哎，我想表示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 CO2 在哪里呢？哎，嗯，你关小鬼。哦，因为是那个旁边，我 CO2 放在那边，他们蛮少的。2.5。哦，因为它，刚才过了。对，还有那个。哎，去改改，两个两个这边排。放心，我看你只有说不是天狗，刚小监控又坏了。然后我不想理他，嗯，关键就是。小监控下去了，啊，靠腰。那边看一下我的。小监控要救啊！试试看，画神经。要救要打开啊！我是觉得可以算了，不用了。他那个过程不用了，测试过程就掉了。有那 IP 线，有不知道。他应该是跑网路了，对不对？冷却包已经打开。那冷却在外面。对，后来就掉掉，你到第二阶段了。然后吊射重量870.5，八七零点五，八七零点五，八七零点五已记录，记录完成。后几天开始？最近啊，后几天开始？已经开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开了，方便全开，开完了，全开，全开了。好，2.22已经完成了。2.23同步预告已开启，2.24已确认，再次确认压力计组织正常，以及双方卡口螺丝组织正常。压力计组织正常，螺丝组织正常，灯帽组织正常。报告，2.25开启 V4 安全开关 ，Victor 4安全开关。好，Victor 4安全开关已开启。2.26开启 Victor 1，2.27开启 Victor 4已开启。2.28确认并复述控制阀及点火自动程序，两秒至日角度21度，并维持5秒，4秒内至全开并维持5至7秒，然后两秒内就全速关闭。目前点火自动程序为两秒至预热角度21度，并维持5秒，4秒至全开并维持57秒，然后全速关闭。哦，确认没错。2.29测试噪音预告，测试噪音预告，即将开始进行自动程序，即将开始进行自动程序。没有快点，那个 DAQ 记录有时间。好。2.29测试噪音预告，测试噪音预告，即将开始进行测试自动程序。冠荣收到吗？冠荣收到。好，2.30进行测试自动程序。若意外发生时，我会直接下令关闭 V1 以及 V4，还有那个控制阀。对，好，交给玉璇。即将进行测试自动程序。测试自动程序倒数，3、2、1，开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。
你决定一下令，谁要过去谁要留着。DAQ 停止记录，等一下啦。你喊灭火人出发，我们来出发。好。